好，就是我刚刚开始听成果报告的时候，发现我今天可以做一个小贡献，所以我就刚弄一下。大家现在不会只用 Slack， 还会用 Discord 跟 Telegram， 跟以前的人会用 IRC， 很多不同的沟通的聊天室，所以我们有 run 一个小工具，可以把这些聊天室串起来。那刚好前几天有人发了一个 PR， 说 Unicos 他们要开一个 channel 连到他们自己的 Discord 讨论 Cost Cut 的议程柜，所以我刚刚把它 merge 进去，然后就 deploy， 就变成了今天的贡献。那 merge 进去之后就会这样，你在这边发的讯息，我在上面发个讯息，然后 Discord 的人可以回回来。那然后 Discord 上面也可以看得到我发的讯息，所以两边的人就可以不用同时登入两边聊天室。那所以这个是一个一直都有 run 的服务，所以欢迎坑主来申请，然后只要去Slack 上面 bridge 这个 channel 讲一下，那我可以帮你弄 PR， 或是你可以自己发那个 pull request 过来都可以。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关于 Summit， 有今天有人找到了，我今天找到了会计。然后跟一些人，跟不少人聊了场地跟议程跟其他的事情，所以还找人进度还算不错，所以就附带一个小报告，就这样。好，感谢 Tim。 好，那刚